我是一个平时性格很内向的人，但我从小就有一个战国梦，希望能够招募天下英雄，体会一把当统领的感觉。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款游戏第六天魔王，魔王看起来还不错，进入游戏体验一波，真是圆了我多年的英雄梦。纯正的卡牌玩法，经典二次元划分，爆笑的剧情走向，更有超 A 的小姐姐常伴，这个游戏也太 nice 了吧。